地府之内，不得放肆。点解？点解杀生我同你分妹？你本身系天蓬元帅，因为思恋嫦娥，罪犯天条，要你历尽千世情劫。今世系502世，仲有498世情劫未历。据元老安排，天蓬嘅下世将为人师表，思恋长嫂至尽而亡。引嚟，压佢落去。系，魔魔。喺月老外国，月老你出嚟，月老出嚟！天蓬元帅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？月老，我同你无冤无仇，点解你害我？点解？我同你系难兄难弟嚟嘅咋？你仲话命中注定要历尽千世情劫，你估我好好过啊？我以为你安排身世背景，仲要帮你铺排情节，真系谂到我头都大麻。你太残忍啦！你太残忍啦！推佢落去六道轮回，等佢投胎做人啊！安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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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！天蓬投错胎，跌咗落畜生岛。畜生岛？咁点安排成劫啊？畜生点成劫？话说天蓬元帅跌咗落去畜生岛之后，竟然令凡间惹嚟一阵大骚动噃。嗱，朱生就好紧张咁问：究竟我老婆生得未啊？系男定系女啊？有冇迟孤定噶？而阿朱太就一路喺度投诉，话班猪仔喺度控实晒，好难生。但是难生极，终于都生咗出嚟啦！哇，一生出嚟，群猪汹涌，继而目定猪呆。嗱，猪一就话：哎呀，怪胎啊，怪胎啊！猪二就话：好惊啊，好惊啊！猪三就话：好震惊啊，后死猪啊！一阵骚动之后，小猪八戒终于都出世啦！阿爹，点解啲猪咁嘈嘅？哦，梗系只猪乸又生猪仔啦！我哋睇下只猪乸生咗几多猪仔吓。阿爹啊！妖怪啊！佢成日跟走啦。嘿，肥嘟嘟、白雪雪、小猪八戒其实都几盏鬼啊。不过将来佢要行嘅路就真系撞鬼咯。诶，呢个猪头，系唔使惊，唔系小猪八戒嘅，不过都唔好得几多噶啦。小猪八戒佢嘅成长过程真系好坎坷噶，日头就要左匿右匿，唔敢见人，要到夜晚先可以偷偷摸摸出嚟揾嘢食。唉，月老啊真系狠心啦，猪八戒都已经搞成咁嘅身世啦，仲要佢继续经历情劫噃。嗱，佢今日又为咗一个情字，搞到自己一身蚁啦。Thank you.
恩父老，小业害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今日我哋捉到呢个朱正，就要烧死佢，算佢危害人间。烧死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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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哋咁做系唔啱噶，大师显灵啦！你前身本是天蓬元帅，因为五头畜生道，先至会变成半人半猪的怪样。我而家就回复你的本性。八世的成劫，身心已遍体鳞伤，苦不堪言。我不想再做人了，菩萨。天蓬，将功补过，你摆脱轮回情劫之苦，不是冇可能的。求菩萨你指点迷津。今次我是奉如来法旨，去东土找一个取经人，往西天取三藏真经，以拯救世间沉沦之苦。只要你肯做佢徒弟，皈依我佛。全心全意保护佢西天，拜佛求经，自能修成正果，摆脱轮回情劫之苦。你肯唔肯？我肯啊！我肯啊！好，咁我就帮你摸顶受戒。你要戒住五分三厌，我再帮你指身为善。以后你嘅法名就叫做朱五能。多谢菩萨成全。究竟那个取经人是谁来的？你静心在这里等候，将来你自然会知道的。菩萨，但是我怕我现在这样，我未等到个取经人，我已经被村民当妖怪打死了。放心，我会将你原先的法力赐给你。你现在有三十六变的法力，以后都不怕被人欺负的了。你现在立即去归隐山林，勤修善果，听候佳音。弟子遵命。